刚刚进去博物馆，博物馆要有 ID 卡才能进去，然后先往那边走去，我看那边有一个艺术博物馆，然后那边是那个自然博物馆，反正从这里走过去看一眼，然后再走外面的 block 过去。今天天气很好 ，nice weather。哎呀呀呀呀！其实这边看起来也很漂亮，不过我懒得走上去，它要爬楼梯。然后这叫 server hall，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买东西吃的地方。看一下哦。写 philosophy。天其实很冷，现在只有5度，其实空气都是冰的。偷照相，然后波士顿这边好像叫做 New England， 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区吧。它很多老建筑跟英国都蛮像的。Open to everyone. So， 这个美术馆是 open to everyone， but not library。这也是 Emerson Hall， 然后上面是写。What is man that thou art mindful 什么东西 of him？ 不晓得，所以应该是这一栋 open for everyone， I think。然后进来就不能骑脚踏车 ，walk your wheels， 用走的。去找个地方买个咖啡喝。这是 Harvard Art Museum， 不知道能不能进去。我今天有带学生证，我昨天买那个地铁卡的时候忘了带学生证，结果。就要用原价买票，学生证只要半价，可惜呀、啊。